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与应用课程。那么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backpropagation 算法的 Python 的实现啊，也就是截止到上一节课为止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全部介绍完了实现一个简单的 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所需要的所有的 function，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里面细致的所有的算法，包括主要的 gradient descent 梯度下降算法，以及 backpropagation。还有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用 Python 来实现一个最简单的神经网络啊。那么从本节课开始呢，我们将开始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 cost function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cost function 是一个二元的这个 cost function 是吧？那么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呢，就跟大家开始介绍，比如说在这个 cost function 上，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优化，比如说在初始化这个权重和这个 bias。之前呢，我们是这个从正态分布里面随机来初始化，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，让初始化的更好，使学习更加快速的来收敛等等问题啊？所以这节课呢，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，就是一种新的这个目标方程 cost function， 叫做 cross entropy cost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总体的目的就是说，我们让神经网络可以学习的更快啊，也就是说。更快能达标我们的学习目标，让它收敛。那么怎样能够学习更快呢？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模型，就是说这个模型里面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层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我们只有一个单独的神经元，有一个输出，有一个输入，有一个输出，是吧？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是用之前的这个，假如说有一个输入进来以后，我们有固定的这个定好的一个 weight。和一个 bias， 然后我们输出一个值，是吧？这个就非常简单。输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根据之前定义好的这个方法，是吧？首先是，当然这个是比较广泛的模型，就是有多个输入的时候，我们假如说只有一个输入，我们把它叫做 x， 对吧？这叫 y， 我们就叫 x， 那我们 x 就乘以 w， 是吧？乘以这个权重，然后我们加上一个 b， 然后我们再 apply 这个 sigmoid function， 就是这个 function 以后就得到一个输出值，是吧？很简单。一个权重，一个偏向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加权权重乘以权重加上偏向之后，我们再应用这个 sigmoid function 就算出来这个输出，是吧？非常简单。好，假设我们现在定一个目标哈，就是说我们想让这个模型它是输入为一的时候输出为零，这个很简单，是吧？我们只是定了一个很简单的目标，就是当输入为一的时候，我们经过这一系列的转化之后，我们输出的值是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学习啊。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demo 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说，假设我们初始先设一个参数啊，我们任意随便选几个值，我不是说刻意的选某一个特定的值。也就是说，假如说我们初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让这个权重 w 等于 0.6， 然后我们让这个 bias 偏向等于 0.9， 然后我们初始预测的输出是算出来等于 0.28 哦，这个怎么算？就直接是 0.6 乘以我们的输入。乘以这个一，是吧，加上 0.9， 就是一乘 0.6 加 0.9， 1.5，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sigmoid function， 就是一除以一加上 e 的负 1.5 次方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输出呢，初始第一次算出来的输出是 0.82， 是吧？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目标是想让输出为零，那我们设置假如学习率为 0.15， 那根据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最简单的神经网络呢，就是说我们当输入为一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让输出为零，然后我们设置的这个权重和 bias， 我们就根据这个之前我们学习的这个 gradient descent backpropagation 的算法来更新，是吧？我们设置的这个目标函数，就之前我们定义好的那个二次目标函数，是吧？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因为我根据这教母这门课的这个参考书籍这个网站上，它有一个 demo，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可以看到，当我们的这个输入为一。我们当设的这些参数为这些值的时候呢，我们如何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这个 bias 和 weight 如何来变化，并且我们看到这个输出如何来不断的接近一，也就是我们直接可以可视化的来看这个学习的过程，随着一轮一轮的学习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。好，我们来跑一下这个 demo。当我点 run 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个 w。我们的权重和我们的这个偏向，它会不断变化，也就是神经网络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，然后我们的输出也随之而变。我们看到最后输出
会不断接近我们的目标为零啊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cost， 我们的目标函数的值，随着这个每一层、每一轮、一轮训练的过程中，它如何来减少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。我们看到，这时候 output 变成 0.4， 然后权重和这个偏向不断更新。我们这个 epoch 就是我们的一轮一轮的变化过程中，我们 cost 不断减少，是吧？然后当我们训练到这个300的时候，我们停下来，我们看到最后我们训练达到的这个目标很接近零，是吧？我们理想化是让它达到零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 output 是0.09，但是也非常非常接近了，是吧？这是我们这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哈。我们看到最终我们学习出来的这个 weight 最后是-1.28，我们最后学习出来这个偏向就等于这个零-0.98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看这个 cost 开始降低的很快，后来逐渐就是慢慢的收敛了，是吧？当我们一共跑了300轮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，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初始值，我们随便设了一个初始值，但是我们设这个初始值之后呢，它第一轮学出来的这个输出呢就等于0.82，是吧？跟零有一定差距。那我们假设故意设一个值，让它初次的这个输出和我们理想的零要差得很远，差距很大，看它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式如何有没有改变啊？学习的过程，比如说它是不是更久才能学出来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当初始这个权重为2.0，然后我们让这个初始的这个偏向 bias 也等于2.0，然后我们初始预测的输出是0.98，是吧？就是把2.0和2.0带进去，这个公式里面就2.0乘以一个输入值一，加上 b 就是2+24，然后我们用一除以一加上 e 的-44，我们算出来是0.98，也就是我们第一轮输出的值是0.98。但我们理想的要输出的值是零，是吧？差得非常非常远。我们看一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这个学习它是如何来变化的，就是我们这个 cost 它如何变化啊？跟我们刚才一样，我们再跑一个 demo 来看一下，这一次我们学习的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。好的，我来看一下。我们看，我开始已经在30-40轮的时候，好像这个 cost 并没有降低多少，它没有，并没有降下来。学习的不是很快，然后在达到150、160的时候，我们忽然发现 cost 急剧开始下降，然后在200多以后呢，我们开始看它慢慢收敛了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 output 啊，变成了这个0.2，没有上一次的这个结果好，但是也还比较接近零，是吧？我们再看一遍啊，这回我们把这个目光集中在这个 output 上面，就是说我们看一下，随着一轮一轮这 epoch 的更新，我们这个 cost 这个 output。它输出是如何变化的？也就是在什么时候它才开始进行学习的？我们来再看一遍。我们看啊，开始我们是0.98，它并没怎么变化，是吧？一直都没变。0.97有很小很小的变化，学习的非常非常缓慢。但在这儿之后，零点，我们在100多之后忽然开始进行学习，我们这个曲线下降的非常陡啊，这 cost 急剧开始降低，然后我们最终学到的结果是这个输出等于0.2，非常接近我们预设的目标是零，是吧？好的，那么我们这个用的这个学习率还是0.15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初始值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，是吧？第一次我们初始的值是 w 和 b 分别是这个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 w 和 b 分别是这个0.6和0.9，我们初第一轮算出的输出就等于0.82，和我们要学习的零差的不是太多，那么它学习的就比较快，它是很快就收敛了，一开始就急剧下降，但是当我们换一个输入值，初始的值。这个权重等于0.2，这个 bias 等于2.0的时候呢，我们当这个初始故意让它这个初始预测值是这个输出的值是0.98的时候，和我们这个理想的输出值零差得很远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学习的这个就呈现出一定有意思的规律，就是说它开始在100轮左右的时候，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学习的状态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cost 减小得非常非常慢，我们这个输出从0.98变成0.98变成0.98。逐渐变成0.97、0.96，但是降低的非常非常慢。但当我们在100多轮之后呢，忽然一下开始进行这个学习的状态啊。所以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显示出来的它的学习和我们人脑很不一样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人脑一开始会很快就可以学出来，那为什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，它呈现出很慢的这个学习的效率呢？我们来想一下这个原因哈。我们想一下，我们什么叫学习？在神经网络里面，学习的话，其实
直观的讲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学习慢，也就是指的是，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每次是根据这个 w 这个 weight 和这个偏向 b， 它是根据它本身减去一个偏导数是吧，来更新的。那学习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每次更新的值比较小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偏导数这个 cost function 相对于 w 和相对于 b 这两个偏导数，它两个值很小。那为什么它俩的值很小？我们回顾一下啊，我们之前的这个是一直设定的这个二次 cost 函数是这样一个形式，对吧？我们 cost 叫做 c，然后我们有两个参数，这个 w 权重和这个 b 偏向，等于一除以二 n，n 就代表我们这所有的实例的个数，n 就代表我们所里所有实例的个数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有一个求和，什么和呢？就是我们这个 yx，大家记得是我们真实的这个输出值啊，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个正确的输出值。是多少？那么这个 a 呢，就是从我们当这个输入的时候，我们传递完神经网络之后，我们得到的这个神经网络输出层的这个值，也就是预测的值是多少，是吧？它们俩一个向量的这样一个长度，它差的一个长度，我们把所有 x 带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总的 cost 算出来，是吧？求一个平均，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 cost function。那所以对一个单个的，就是对于 x、y 来说。和一个单个神经元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这个 cost 其实可以简化成这样，是吧？我们就没有这么多 x 相加了，我们就只有一个 x 训练实例输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说 y 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个值，是吧？就是我们预期理想得到什么值。那么 a 呢，指的就是我们 x 输入的时候，经过神经网络更新之后，我们输出的这个输出层的这个值是多少？它们两个差平方除以二，是吧？这就是对于单个的一个输入实例，我们的这个 cost。那这里面当然，这个 a 呢，就等于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sigmoid function 对 z 是吧？中间量 z 求 sigmoid function。那这个 z 呢，就等于 wx 加 b 是吧？这是这样一个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就对这个 cost function 啊，这个简单的 cost function，我们来求一下偏导数，我们看一下它到底等于什么。所以根据偏导数的定义，我们首先对这个 w 求偏导是吧？我们根据乘法法则，大家自己可以下面推算一下，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是吧？就是说。我们首先把 a 带到这个 cost function 里面，相当于把 a 替换为这个 sigma z，然后再把这个 z 替换为 wx 加 b，替换到这个公式里面 c 里面，然后我们对 w 求偏导，求出来的这个值呢是，求出来这个表达式呢是这样一个表达式是吧？就是 a 减去 y 乘以一个 sigma 的导数，对于 z 是吧？那乘以 x，然后呢，对于这个 bias b 求偏导呢，得出来是这样一个表达式，是 a 减 y 是吧？整体。乘以这个 sigma z 它的偏导数是吧，少一个 x，所以我同学们自己可以演算一下啊。对于这个 cost function，我们把对 w 和对 b 分别求偏导数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三步为什么等于这个呢？我们解释一下，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定义的，我们假设要学习的这个规律是，当 x 等于一的时候，y 想让它等于零是吧？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，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的这个事例是这样一个目标。那么我们假设现在把这个，x。等于一，y 等于零，带到以上面这两个式子里面，是不是这一部分 x 等于一，然后这个表达式，这个 a 减去 y，也就是说就变成 a 了，然后这 x 就成一了，所以我们变成了 a 乘以这个 sigma 的导数，是吗？然后我们把 x 等于一，y 等于零带到下面这个式子里面，也就是说这个 a 减去 y 就变成 a 了，是吧？然后后面这个就直接是 a 乘以这个 sigma z 的导数，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求偏导的结果得到的是 a 乘以 sigma z 的偏导的导数，是吧？那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最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 sigma 函 sigmoid 函数，它的这个图像是什么样子？我们还记得是吧？当这个 z 等于零的时候呢，我们等于0.5；当 z 趋向于负无穷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函数值趋向于零；当 z 趋向于正无穷的时候，我们函数值趋向于一，是吧？也就是说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当这个神经元输出的时候接近一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个输出值是吧，这个输出值就是我们 sig，对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学习之后，我们输出值如果接近一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个曲线的这个形状是非常平缓的。那平缓说明什么意思呢？平缓就说明这个函数里面不是指的就是 sigma 的导数嘛？那这个曲线如果很平缓呢，它导数的值非常非常小，对不对？非常小的话，就造成这个偏导数很小，那就证明我们的更新很慢，学习很慢，所以这就是它的道理，是吧？当神经元输出，不管是它这个
接近一的时候还是接近零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曲线都很平缓，所以呢，这个它的切线，也就是说这个 sigma z 的导数，我们推出来的这个偏导数，就是之前这个偏导数很小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每次更新很小，说我们学习很慢，这就是它的道理。所以现在就有问题出来，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增快这个学习的效率呢？那么我们现在想到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说我们不用之前我们所设定的这个 cost function，我们不用我们之前所设定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啊，我们把它叫做二次 cost function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定义一个 cost function，使它求得偏导之后，我们不会造成这个效率降低的情况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在这里举例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神经网络啊，也就是我们就是说有多个这个 x 输入是吧？然后有多个权重，经过一个 bias 一个神经元，我们得到一个输出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很简单，还是按照传统的定义，我们的 a 就是 activation 呢，就等于这个先是加权求和，然后加上这个偏向以后，我们对它进行 sigmoid function 的这个应用，算出来这个值是 a 是吧？那么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新的函数，就叫做 cross entropy 函数。我们先给大家直接说一下这个函数的表达式啊，我们后来验证它为什么会更加快。首先呢，c 等于负的一除以 n 是吧？n 还是所有训练实例的个数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 y 乘以一个这个自然对数是吧？log a 以自然对数 e 为底的，以 a 的对数加上一个一减去 y 乘以一个一减去 a 自然底数的对数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 function，我们先想一想，它为什么可以作为 cost function？我们 cost function 不是可以随便定义是吧？我们要满足一些性质，也就是说，函数值我们要满足这个 cost function，它总是一个非负值是吧？它是大于等于零的。那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是不是大于等于零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y 和 a 都是在零一之间是吧？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神经元它都画，就是把它转化在零一之间，所以就是说，假设啊，我们 y 等于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啊，就是说，这个 a 在零一之间，对不对？就不管 y 和 a 怎么变化，它们俩都在零一之间。那我们这个 a 如果在零一之间的话呢，我们知道在零一之间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对数是负的，是吧？负的那个 y 是一个正数，这一乘还是个负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右边呢，一减去 y。是个正数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一减 a 它是零一之间的数，零一之间的数求对数的话还是个负数，两个负数相加它还是一个负的，那么多个负的加起还是负数，那我们之间有一个负号是吧？所以呢，刚好这个正数，所以这个 cost 我们新定义的这个 cross entropy 的这个 cost c 呢，它永远是大于等于零的。好，这首先满足 cost function 的第一个条件。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还记得这个 a 是吧？a 是从神经网络输出的这个值，y 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标签，实际值。它们俩如果相等的话，就是最好是吧？我们理想状态就是说，我们神经网络训练出来之后，它输出的值就等于我们真实的值。那这时候呢，cost 在理想状况下应该是等于零的，对吧？我们来验证一下是吧？就是说，当 a 等于 y 的时候，我们这个 cost 是不是等于零？我们来验证一下是吧？那就是说，这个一减去 a 是吧？然后一减去 y。我们这个 y 乘以这个 a 的 log，把这个公式当 a 等于 y 的时候呢，带进去的话，其实我们的 cost 算出来是等于零的，是接近于零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它满足了这个 cost 函数的两个条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同样道理，我们就是对于我们新定义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啊，我们来做一个求偏导，看一下它最后得到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新定义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啊，对于这个 cost function，我们分别对 w 和这个，我们直接用对 w 求偏导。我们到时候跟 b 的形式跟 w 类似哈。好，那我们对 w 求偏导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 a 等于 sigma z 和 z 等于这个表达式带进去是吧？然后我们求偏导后，根据乘法法则，我们再乘以它的导数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转化成这种形式，是吧？在底下这个形式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两部分的分母公共化成这个，通过最小公倍数变成这个 sigma z 乘以一减 sigma z，所以我们左边的 y 也要乘以一个一减去 sigma z，是吧？
然后把它提出来之后，我们就转化成这样一个形式了。那这样一个形式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样一个形式，我们下面还要做一个转化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这个 sigma z 它的定义是这样，是吧？那么它的导数呢，很容易写出来，就用乘法法则，然后我们就等于 sigma z 乘以一减 sigma z，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sigma z 的导数等于 sigma z 乘以一减 sigma z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，因为我们这里面不是有一个 sigma z 乘以一减 sigma z 吗？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公式的分母就可以用 sigma z 的导数来替换？替换之后，我们看到 sigma z 的导数和上面 sigma z 的导数是不是抵消了，上下分子分母抵消了？那我们剩下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就是这个公式，就是 xi 乘以右边这一部分 sigma z 减去 y， 是吧？所以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终的这个方程，就是我们对以 cost function 对 w 乘偏导之后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function。也就是说，我们 sigma z 减去 y 是吧？然后呢，乘以 xj， 并对所有的 x 相加，然后呢，再求平均。那这样一个函数它有个什么好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个函数的好处就是说，它的学习的快慢啊，它是要取决于这个部分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偏导数嘛。每次更新的时候，我们要用这个学习率 learning rate 乘以这个偏导数，但这个偏导数现在就取决于这一部分了。那它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当我们错误比较大的时候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error 是吧？就是我们的输出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距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神经网络学习的时候，我们错误比较大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这个值就比较大是吧？这个值比较大的话，证明我们偏导数比较大，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更新的比较多，这是刚好是我们想要的，对不对？当我们错误比较小的时候，就是快收敛的时候呢，那这个真实值和估计值之间，我们的这个差比较小，差比较小的话，就证明这一部分比较小，就证明我们偏导数比较小。那偏导数比较小的话，是不是我们更新就比较慢？那正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行为，也就是说，在错误大的时候，它更新的非常快，然后在错它学的非常快，错误小的时候它学的慢。所以呢，这就跟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二次的 cost function 就不一样了，它有一个良好的性质。在二次函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学习的比较慢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新定义的用这个 cross entropy cost 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最后导出来的偏导数这个函数表达式呢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性质，就是说我们不会有学习开始学习很慢的这样一个问题，是吧？那我们刚才是对这个权重 w 求一个偏导，我们也可以类似的同样推出来对这个 bias 求偏导，我们最后得出来的方程是这样，是吧？它也是类似，我们看到它是少了一个乘以 x，但是它也是得到一个这个 sigma z 减去 y 这一部分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错误比较大的时候，学习的更快。好的，那我们在了解这个性质以后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是用之前那个简单的神经网络，一个输入一个输出，然后我们设置这个同样的这个权重和 bias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收敛的速度啊，和我们之前用之前那个 cost function 有什么区别哈？我们还记得之前那个 function 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新的这个演示哈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演示。好的，这就是当这个权重等于0.6，然后这个 bias 还是0.9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个区别不是特别大，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初始值这学习的就比较好，是吧？因为它开始的这个0.8几的话和零比较接近。那关键我们是要对比第二组变化啊。变成0.04是吧？第二组变化，我们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这个老的这个 cost function 上面呢，它开始学习的非常非常慢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在这个新定义的这个 cost function 上，它怎么变化啊？它有什么变化？我们看到表现非常良好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这个 cost 就开始下降，它就呈现出学习的趋势，它没有说在开始在上面的时候非常非常慢，然后才开始更新，收敛的非常非常快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演示中，我们就看到这个 cross entropy 这个新的cost function 它的好处是吧？我们再看一遍这个 output 是吧？我们之前只学到0.2，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学到0.05了是吧？就学习比以前要好很多。那么我们再看一遍啊，在这个 output 的变化是吧？我们看0.96一开始就开始减少，没有在开始的时候，开始十几二十轮的时候它一直没有变，所以这就我们看到明显的差异，在这个我们用这个 cross entropy 这个目标 cost function。替换为以前老的这个 cost function 之后呢，我们的这个
不存在开始学习很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明显的区别。也就是说呢，但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说，你这次设定的这个 learning rate 学习率是多少呢？我们这回设定的是0.005，那我们之前设定的不是0.005是吧？但是这不重要，有的人同学可能会说，那你把学习率调，当然学习速度不一样，这不是重点，我们主要看的不是它这个速度，而是它速度的变化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个函数它的曲线是在一开始几轮就开始收敛了，是吧？就开始学习了。我们看一下之前是吧？之前这个图像我们看一下，之前的图像，我们用老的这个 cost function，我们图像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就是说在之前100多轮的时候，它的学习都没有。它的这个 cost 都没有降下来，这是区别，这跟我们设定的 learning rate 没有关系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它明明这个 cost 在前面是100多轮的时候都没有降低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个学习率的变化。所以我们看到了通过这个 cross entropy 来代替之前的这个二次目标函数，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老的这个目标函数是有很大优势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cross entropy 比这个目标函数有很大的优势。那么总结呢，就是说两点，一个就是说这个 cross entropy 的 cost 它几乎总是比这个 ost 的 cost 函数要好。第二个规律就是说，如果假设，因为我们现在神经元更新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个加权求和加这个 bias 之后呢，我们再 apply 这个 sigmoid function 是吧？sigmoid function 本身是个非线性的，但假设我们前面神经元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设定的这个模型，我们用的是线性的更新啊，也就是我们没有这个 sigmoid function，就是个加权求和就行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二次函数这种 cost function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二次函数 cost function 不会有学习慢的问题啊。所以好，那么这节课总结一下，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cross entropy cost 这样一个概念，并且呢，我们跟之前的 cost function 做了对比。好，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